老百姓没事啊？是啊，您说您想反映什么问题啊？反映饿了拉肚子，你们不能看看啊？啊，我们国人，我们国家都这么多人看到，你们就凭什么你们这是当官的看不到呢？他说过得很好，哪里过得很好啊？他哪里过得很好啊？你们这一天到晚就是忽悠我们老百姓，老百姓出来敢讲真话，你们这是当官的，一天到晚就是讲好，搞个屁啊，搞什么好？你再看看你这个视频，亚龙的吐成什么样子了，满地打滚，你们有没有爱心？有没有？是不是中国人？啊？我问你们是不是中国人？良心何在？你们良心呢？国宝在外面宿醉爱着你什么样子？他们我现在回来了，那一张支票买不回来吗？你们是人的话就赶快行动起来，不要天天嘛推三推四，不负责任，把他牵出去就不管了吗？国宝是我们国家的尊严，代表我们祖国人民所有人，那美国人对我们国宝这样子就是打我们中国人的脸，也不管你们这是当干部的，不要坐在办公室里面天天的嘛没事不管。你们想把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就是都在脑后，他打电话不接，这边不接那边不接，他说过得很好，我不知道你们哪只眼睛看到过得很好。我们说白了大家都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人家欺负我们国宝就是说就是拿我们的脸的，我们打个比喻，谁家有孩子到外面受罪，作为家长生气吗？是不是很生气？对不对？大家发一发良心，是不是不要无动于衷啊。